卓，夜深了，您弹着北琴，若是被皇贵妃听见了。真叔走了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连弹弹北琴都不许理。我怎么了？卓，你有喜了？姐姐妹妹的称呼着，笑脸相迎，心里头有多污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左右在这个宫里除了你我谁都不信，谁都不靠。你们若敢拦我，今天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。